什么？过来吃吧。嘿，你流程不对，嘿，橙汁没喝呢。你怎么一有这主食跟三天没吃饭似的呀？啊，小萌子。你这土豆丝儿都吃出肉声来了，今儿还行，吃了点菜。你把你那吃干净了，你就知道看着你这饼怎么弄啊？你说，哎呦，真没法弄！你们看会儿他吃饼了。